这是二炮的，关于二炮的分布吧，在北京的啊。这有一张地图，在北京地区的地图。他这还真是挺详细的啊。你说这他这个搜集情报的能力哈，这个西方国家美国人，你还不得不服。你看这个土木镇，土木镇就是土木堡，也叫土木堡之变，在河北怀来，就是那个。明朝的叫明英宗朱祁镇吧，这个带着10万军队，他主要有他那大太监叫王震，就是这个老家就这儿的，结果被蒙古人给他包围了，给包饺子了，把这个明英宗都给俘虏了。哎，叫土木堡之变，怀来县还出了那个谁，董存瑞四虎子，在那个河北遵化吧，是遵化还是哪儿？是吧？就是那个炸碉堡，董存瑞就这儿的存瑞乡，还有个新保安，在新保安把国民党的这个谁，傅作义的晋绥军最王牌的一个主力部队35军给包围给消灭了，军长叫郭景云，然后就想不开自杀了啊！这个包围这个傅作义的。35军郭景云的是杨罗埂兵团，杨是杨成武啊，杨成武是南方的，他老婆娶了一个河北的媳妇儿，然后生了一堆孩子啊，也都当了将军了。有一个女的，有个女儿在武警部队搞技术的，也给授了个少将，啊，儿子们也都是将军，杨成武啊，然后罗瑞卿，啊，公安部部长、总参谋长。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，然后这个军委秘书长啊，还是这个一大堆头衔吧。后来哎，给拿下，差点自个儿给自个儿摔死。后来最后做手术，死在了西德的这个手术台上啊。这个耿就是耿彪啊，耿彪啊，我想想，耿彪是湖南人，湖南的还是山西的？湖南的啊，姬鹏飞是山西的，好像。这个罗瑞卿是四川的，这个耿彪当过国防部的部长，哎，后来把那个谁，习仲勋的大小子啊，这个大儿子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一尊，还给安排给当自己的秘书，有人说是机要秘书啊。好吧，咱们就不说这个怀来了啊，我们接着来这个康，康康之王庄啊，康庄，康庄，康庄。康庄就是那什么，就是那个延庆的一个镇叫康庄，啊，在延庆的偏西，离这个官厅水库没多远。康庄呢有个康熙草原，不是清朝那个康熙，就是康庄西边的草原啊。你看这儿有一个卫星测控站，因为你发射原子弹也好，你发射导弹也好，你发射火箭、卫星，它都得有这个测控。是吧？然后这个延一安延七应庆，延庆这儿是不是军？DEPOT 我不懂什么意思了，我有点忘了，是吧？延庆应该有他们的有一部分后勤吧，或者是有营房之类的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八达岭镇，我现在不确定，应该还是延庆的，延庆的。啊，瑞云关乡那不知道了，这个德翁东。西窑小克欧口哦，东小口啊，东小口就回龙观，东小口回龙观。你看它这位置，它怎么显示出来一个这个一个什么什么大队地图？哦，明白了，测绘大队在东小口，东小口就是霍营啊，霍营往东啊，就是天通苑呀、啊，天通苑那儿有什么？这个太平庄村呀、啊，啊，有什么这个火叫什么？叫什么雀落？雁雀落叫什么？就类似于海东青的一个小村儿，那还有那个半截塔村儿，啊，那还有什么村来着？是吧？我都忘了现在。对，还有中滩村，中滩村有我一客户是武警部队的呀，啊，我还真不知道啊，这个测绘大队啊，map 地图嘛，我想起来了，东小口就天通东苑、天通西苑、天通北苑，就那一片儿，再往东。那就是这个来广营啊，还有顺义的后沙峪，顺义的古城村啊，就那一片了。那一片我也太熟了，我几乎天天走，原来有一段时间。
是吧？当然这一片都是昌平了，沙河呀、南口啊、十三陵啊、延寿啊、虎峪啊，这都昌平了。洋房、刘村啊，这都好多部队啊，这地方有好多军队大院啊，好多兵营，上庄、北安河啊，那这是吧？回龙观、西北望啊，军庄就门头沟了，门头沟了啊。妙峰山，这我都去过，香山啊，海淀镇，这都属于海淀的，西北望也海淀的。七里渠啊、哦，七里渠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工程兵大队吧，工程中心吧，检修中心吧，下边也标着一个班子，上边是一个显微镜吧，搞检测的可能是。检装团或者检测所、检定所，是吧？检修啊，检测检验，下边应该是工程兵或者维修的，是吧？啊，维修大队，什么雷达修理所，就应该这儿。七里渠我熟啊，七里渠是那个哪儿啊？就回龙观北边一点啊，那个北京市农场局的七里渠农场啊，原来我们那个顶好清香油。就是康师傅集团，我们那个油厂就在这儿啊，对吧？然后那条街叫什么街？我想想，那条路可窄了，就在那个温榆河的南边啊，啊，有个村叫白各庄村啊，白各庄村在东边嘛，七里渠在西边啊，是吧？它有一个厂部，农场的厂部就在马路南呀，啊，那个院里有一个那什么，我想想叫什么。那个院里有一个那个美国的叫什么来着？什么华德福教育就在那儿。然后我外甥会拉大提琴，到那儿去教小孩弹拉大提琴。有一次我还开车给我外甥送去了。对，应该是那儿的西边有一条南北的街啊，那条街上应该是二炮的马路西啊。然后还有空军的一个雷达站那附近。然后再往南有一个搞招聘的网站，在马路东，那个叫什么网站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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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汇网、汇聪网叫什么网？好像就在那儿啊。然后周围有一些大槐树，还有那个大杨树，还有臭水沟，还搞一些那个房地产开发吧。再往南就是东西街，就是北清路。然后往东延长就是那个回龙观北就那条街了啊，那个朱辛庄，对，朱辛庄那儿原来中央音乐学院我二姐在那儿，还有北京农学院啊，我的客户旁边是华北电力大学啊，这个何为回啊，回龙观啊，这个也是什么观测中心之类的吗？啊，这个供应大队，供应 Sprite是吧？就是某种供应，就供应什么东西呢？是吧？温泉啊，温泉也有测控的和这个 research 搞研究的啊，还有这 equipment， 然后这个 repair 什么什么大队，就是这个装备啊，装备检修啊，装备提供这方面的一个大队。装备供应或者叫综合仓库或者叫后勤，反正提供装备的是吧，连修啊带存啊可能干这个的。温泉就海淀呀、啊、温泉镇呀、啊、挨着门头沟的军庄啊，有条路叫军温路啊，军温路有个大觉寺啊，我们到大觉寺里还玩过呀、啊、那边除了有大觉寺还有什么寺来着我都忘了，是吧？温泉温泉啊，那边什么黑山户啊，什么309医院呀、啊、总参总医院呀、啊、啊，什么国家这个、国家档案局，原来我的客户他下边的国家档案馆都在温泉这边啊。还有清河，那清河就是他们司令部了，你看挂个旗子 Commander Center 司令部嘛。啊 ，Communications REG， 那个就是通讯团呀，或者通讯总站，或
或者通信总站啊。PLARF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吗？西三旗啊，西三旗呀、啊，西三旗在这儿，西三旗在这儿，西三旗就是这个清河北边啊。西三旗有空军好几个单位啊，西三旗那空军的单位里边，我想想，有四个都是我客户啊，西三旗那个空军那儿。然后这个是西路，西路，这大兴这边吧，官道、窦店、石楼，这不是大兴了，这个是那哪儿了？这个是那个房山了，延村镇嘛，延村有我的客户啊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呀、啊，也叫404吧，不叫404，404是甘肃的一个，叫四多少我忘了。啊，原子能研究院是我客户吗？西路那就不知道这地儿了，房山的某一个村可能是。海淀有他们二炮的医院 ,control, 控制中心，医疗控制中心，什么什么 technology bureau, 什么技术的一个办公室，技术局。技术侦察局还是什么什么局啊，那他说的海淀可能就是海淀镇，那就不是清河了，因为他刚才单标了一个清河，那我就不知道是在哪儿了，是吧？这个官厅镇就是官厅水库，桑园这都是那个什么，这都是那个怀来的，但是怀来水库的水不让河北省的人用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上面，这都是怀来水库、官厅水库，原来还让河北省用一部分水，现在都不让人家用了。这个官厅水库水面现在完全归北京了，不让河北人用。其实这地儿原来都是河北省的地儿啊，就是为了北京，是吧？河北省你就得牺牲，哎，是吧？顺口溜吧。为了北京，河北省就得牺牲，是吧？外交部长迎来送往，哈哈哈哈，是吧？